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。如果你想救他，就自己去救。记住，你是比所有人都特别的青衣。青衣。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嗯，头很重，过去的事情想不起来，但我记得我全家被灭门，而你救了我。会救你，请你相信我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我都是为了救你。我信你，哪怕在那人接近我的时候，我都相信着你会打败他来救我。很抱歉，我记不得你和我的关系，但我知道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。这伏兵太危险，我独自跳过去把竹筏划回来，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接你和马一起上竹筏。
不知不觉，两岸的景色已经葱郁起来，不似之前那般苍凉。嗯，我们再向前划一段，就可以靠岸了。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哼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
剑恨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迟暮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个无命，你认识？认识。他是青衣楼的迟暮关，地位上仅次于楼主。他肯定没有你强，因为那个培养刺客的楼叫青衣楼，而你叫青衣。青衣一定是青衣楼中最强的人。这深山之中竟有一座庭院，早已无人居住了吧，我看看如何。门无法推开，或许门无法推开，或许得青衣就在那边，我们一起上。小心他的剑。斩断这门锁，就可以开门让他们进来了。斩断这门锁，就可以开门让他们。
马不能进入室内，没有路通往池塘对面，怎么办呢？我和你从室内绕过去看看，再想办法带马过去。马不能进入室内，没有路通往池塘对面，怎么办呢？我和你从室内绕过去看看，再。亭台楼榭，机关重重，很像青衣楼。你去过青衣楼？是，我记不太清原委，只冥冥中有些印象，我去过青衣楼。那地方有曲折的回廊和雕梁画栋的亭阁，一点都不像刺客住的地方。可我知道那里与我家不一样，我父亲告诉我不要乱动，他说随便乱碰一个东西，我就可能被乱箭射死。青衣，你认识我父亲吗？不要多想。我站在这里，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我去对面寻个合适的物件过来换你。
如何带马过来呢？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看看。石桥升起来了，我回去牵马。我在这里等你。看来要两边石台都被压住，门才会打开。院内只有一个木柜可用，或许要去门外找找。
前方似有巨石挡住了去路。我在附近找找，会有办法的。荷花绽开了，现在我可以借助荷花跳到对面。斩断挡路的藤蔓，就可以继续前行。斩断挡路的藤蔓，就可以继续前行。山间绿萝，我想起父亲让青衣，你应该认识我父亲吧？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多过去？你和我只是萍水之交，至于我与你父亲之间的关系，你没必要知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记不起的
回。青衣的头向直木关领赏，时机闪避诱出破绽，闪避诱出敌人破绽后发动反攻，直木关无命并不想取你性命，这些追逐的刺客与你实力差距，我不知道无命在想什么，我只知道我会
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或许有用。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或许有用。我去棚内开船。
是千一郎。是无命，他终于来了。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呢？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棺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棺无命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直木棺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，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最强的人？不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强的刺客，但现在的他赢不过我。拥有牵绊的青衣只是凡人，把这姑娘绑上。至于青衣，我会亲手处理他。莫林，我必须找到他。我的剑是否在这些木柜中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青衣没死？前面的房间锁住了，木。没骗我，无名说你会来救我出去。无名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希望青衣活着，没有青衣的天下会很无趣。这像无名说的话。无名还说，青衣你逃不出宿命，总有一天你会变成原本的你，他期待你恢复本性的样子。无名，虽然无名放了我们，但我还是不喜欢他。他谈到你的时候，眼神中充满了压抑的狂热，我觉得他很危险。我们尽量避开无名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走，我们出去。直木关来，走。
前方的路断了，旁边有绳索，我下去看看，你且在这里等我。或许我还可以帮到你。